会抢对方身上的东西说我要这个吗？我觉得应该是会说好漂亮，然后大方的姐妹就会说那送你。你们四个会这样吗？对啊，就是会立刻拿下来就给他吗？如果对他上次说有个 Chanel 包包很漂亮，我就给他了，因为那限量款没有，当场给，几乎啊。后来我就把东西掏一掏之后就给我，我说那我送你好了，他把东西倒出来，然后拿到房间去，然后我就拿给他。我觉得你今天这 Hermes 美呆啦，带那个包包，那一般人买不到的。我就你喜欢吗？你很少在康熙说你喜欢来宾的包包，不是喜欢这种东西，可是这个包包是我这个你真的喜欢，我一直在就想找它，找不到，真的，对啊。可是那其实这个是我妈妈的，不如问她一下好了。出来了，刚好是我妈的。这个你会看得出来是厉害的吗？因为我的朋友是也是很倾倒于这一类的包的，所以我知道很困难找得到。这个包包其实这个还好了。这个姐妹说喜欢，你就会说谢谢吧。我就会说，她就说是我妈的，就这样。这些是不是都很贵？我看一下，都是大牌子的。这是什么？双面胶。为什么？因为可能怕会不小心。对。你们都有准备这个吗？没有。你们知道他包包里有这个吗？不知道。啊？所以这是用来粘什么？老公的手指。不，大体上算是一个干净的包啊，就是都是的。需要用的东西吧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。这里面首饰而已，首饰。所以请问，如果打开了你的相机或者是手机，里面会有很多让人不好意思的东西吗？应该没有，但是还是。我没有要这样做，我只是没有问一下而已。对，所以不会拍一些很厉害的照片，比如说跟老公。下一个 S 你要哪一个？先铃木姐的好了。这个跟刚刚那个，你喜欢哪一个包包？刚刚那个吧。我说打开这个会看到什么惊讶的东西吗？不会。有那个什么很丑的那种证件照。连这个也都打开了。贱脸乱设计，其实没有什么东西，真的没有什么。哪丑啊？这还蛮漂亮的。真的吗？你说他是那种讨厌鬼，一直说哎呀好丑。对啊，我都没念书，要考100分。这个时候年纪看起来比较大。拍自己小时候的大头照，这太神秘了吧？这些照片你有时机可以用到它吗？刚好。这是你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吗？对，因为我回家在整理东西，然后就刚好看到，然后我就把它收起来，因为我怕会不见，因为我东西常会乱丢。请问你有小照片吗？我有啊，这样够不够小？为什么那么小？为什么？因为那是那个。他们送的，就是你去洗照片，他们就会送你那种小的照片，是要贴在指甲上吗？没有，黄树石跟老公约会说你有没有照片，说有啊。我很少在你们包包里看到这个。我有。你也有带吗？所以现在还是流行这个吗？因为这种越传统的越好夹，可以夹很翘。可是夹的时候一定会把嘴巴。这样吗？我个人是有这个习惯了啊。为什么会有那种？为什么会有？就是我擦睫毛膏的时候会忍不住就是会很窝囊。擦睫毛膏。这样嘛哈，其实先这样啊。你很假，我觉得你很假。为什么？这跟真的跟嘴巴无关呢？没有。小关，我要看你化妆。我要看你就是假装擦睫毛膏的表情。好像没有哎，这样没有凹嘴哎。那铺鼻头的粉就要凹吗？这样凹是谁？对，凹。他也没有很丑啊。对啊，可是我不会这样凹，这样奇怪。就是轻微的弄一下啊。那就廖小乔的吧。这是你们谁的牌子吗？我们的。哦，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。对。这是我的。这好大哦！
计算机。因为我数学很不好，所以我随时要。可你知道有些长得比较小的计算机吗？对，可是我看不到，我也觉得我看不到。你戴这干嘛？这是文公尺啊，皮尺、量尺、文公尺、量尺不是？对，文公尺就是上面有那个吉利跟不吉利的，因为有时候在做工程的时候，黄历的量尺耶，对，这很重要，像门的宽度啊，迎福退财，孤寡劫财，官鬼失托，天丁贵子。所以你是说你量一个东西，它可能是天丁的长度？对，最好是比较福气的数字。在做工程的时候，它的皮包的长度是材质。好准哦！你量我的脸，你量我的脸。外国人应该不信这一套。是天丁吗？失眠。好准哦！我觉得量尺好像不是这样用的。你要看相机吗？好。好像有，那天侧拍是不是有啊？是啥？我也是四个人了吗？你真的你在过什么生活？你手还放在人家胸膛上？没有，放的不是他。哦。你看看。天哪，你真的在侧拍裸体男 model 哎。就几张而已吧，所以这个是你最近中意的吗？就下一个封面，所以又在假装专业，然后其实根本就是在观赏他的肉体。我在替大家 survey 嘛。他每一次可以那个交往的时间维持多久？我很久啊，真的吗？很久，他其实很久。我还以为你一个月换一个。没有，我第一个我才三个而已，第一个六年，第一个四年，第二个六年，现在也三年多了耶。那你怎么用得了这么多男模？我没有在用啊，就只能看啊，然后穷开心一下，然后心里暗爽，就这样。所以其实他们过的生活没有你想的那么放纵，对不对？因为民众会误以为他们在过多豪华的生活。对呀，还好哎。所以你们的 schedule 就是很正常吗？对。小乖是几点起床？小孩上学的话就6点多啊。你6点多起床？如果小孩上课的话。对对，然后不再回床上睡了吗？现在会啦，觉得好年纪大了，还是要累了，补一下，好累哦。